第一个大家能理解，叫做反函数与和原函数，原函数和反函数，它们的定义和值域相互交换，特能明白吗？也就是原函数的定义就是反函数的值域，原函数的值域就是反函数的定义，原函数和反函数它们定义和值域相互交换，这个能明白不？能明白不？第一条叫做定值互换，第二条，如果点 AB 在原函数上，那么反函数上会有哪个点？反函数上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叫 BA，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这能理解吗？那我们来看看在平面基教坐标系当中 AB 和 BA 间的位置关系是什么，你们初中有没有学过？假设这个点是 AB， 那么 BA 在哪？ BA 是不是应该在这儿？他们两个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于谁对称？关于 y 等于 x 是不是应该是对称的？初中有没有学过？初中学过吧。因此原函数和反函数的图像将关于谁对称？原函数和反函数的图像是不是将关于 y 等于 x 对称？因为原函数上有一点叫做 ab， 反函数上有一点是不是叫做 ba？ 对，是不是这样的？是的。那么他们俩图像是不是关于 y 等于 x 对称？所以说原函数和反函数的图像关于 y 等于 x 对称，是关于 y 等于 x 对称。好，第三条，第三条，如果原函数是单调增的，那么它的反函数呢？单调减。如果原函数单调增，它的反函数呢？还是单调增。为什么单调增？我们说过什么叫做单调性？单调性什么叫单调增函数？单调增函数就是第四变量和函数值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四变量越大，函数值是不是也越大？这个叫单调增，是不是应该这样的？那么作为反函数，是不是就函数值越大，四变量是不是也越大？它们的四变量和函数值变化方向是不是应该一样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的？两个同大或者两个同小，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这个能理解这意思吧？所以说当原函数是一个增函数的时候，它的反函数呢也是一个增函数吧，因为它们定义和值域是相互交换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当如果原函数是一个减函数的反函数呢，也是一个什么呀？减函数。也就是说原函数和反函数的单调性怎么样？单调性是不是应该是相同的？原函数和反函数的单调性相同，没问题吧？这个没问题吧？没有问题。第四，第四个应该讲什么呀？奇偶性。有奇偶性。奇偶性应该怎么样？也应该相同吧。奇偶性怎么样？奇函数的反函数是什么？还是奇函数的反函数是什么？还是奇函数啊？奇函数反函数还是奇函数吧？奇函数的定义叫做当四变量互为相反数的时候，函数值是不是也互为相反数？反过来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反过来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所以你要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奇偶性，能明白是吧？偶函数的反函数呢？函数不一定。偶函数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反函数。你想一想是不是？偶函数是不是两个不同的 x 会对应同一个 y？ 那它的反函数是不是就挂了？它反函数是不是就挂了？它反函数一个 x 是不是要对应两个 y？ 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反偶函数是没有反函数的。一般情况下啊，没有说所有的，有一些偶函数有反函数的。y 等于零。y 等于零是这条线，反函数是什么？反函数是这条线。有些偶函数反函数哪个？比如说这个点，对，这个点是偶函数吧？嗯。那反函数呢？还是是吧？还是这个点？嗯。这能理解吧？能。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啊，所以大家注意啊，奇函数的反函数还是奇函数，偶函数一般情况下没有反函数。偶函数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反函数吧？是。这是关于原函数和反函数的几条性质。好，下面
有了原函数、反函数之间的性质，我们就可以拿指数函数的性质去研究对数函数的性质了吧？嗯，这是我们研究一条通路吧？哎，既然有了两个之间的关系，我是不是可以拿指数函数的性质去研究对数函数的性质了，对不对？没错吧？对。好，下面我们开始研究对数函数的性质。我们把指数函数的性质呢写在旁边做参照，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嗯。指数函数 y 等于 a 的 x 方，正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好吧？指数函数的性质 ，a 大于零且 a 不等于一。对数函数呢 ，y 等于什么 ？log 什么呀 ？ax， 是不是这样的？嗯。a 大于零 ，a 不等于一。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组函数。下面注意，为什么要研究原始函数？就在于你就可以拿已知的去推未知的东西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拿已知的去推未知了吧，对吧？好，定义域和值域。指数函数的定义是什么？还记得吗？指数函数定义什么 ？x 属于什么？方圆当中。你们就扯吧。指数函数的定义是什么？零到一？不是，这您说得出来？直观图像怎样？直观图像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是从这儿是不是都有？直观定义是什么呀？多重到。是 r 吧？ r 哦，对对对。你不是废话吗？指数函数的值域是什么？零到什么呀？零到。零到。正无穷，没错吧？直观数值域是不是零到正无穷？你看这样的曲线或者这样的曲线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是不是零到正无穷？好，那么对数函数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跟它应该相反？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嗯。所以说它的定义是零到正无穷。真数是不是也应该是零到正无穷？看到没有？嗯。真数是不是零到正无穷？是的。值域是什么 ？r。值域是 r， 比如说这边的指数是不是可以取到所有的数，是这样的吧？啊，谁说什么？零能不能取？零当然能取啊 ，log a 一不就是零吗？值域，对啊，值域可以取到 r 啊。定义零取不到啊？怎么了？左边怎么了？左边零能取？对啊，左边为什么取到零啊？哪儿能取到零？A 的几次方是零？只能无限上。A 的多少次方是零 ？A 的多少次方是不是都不会是零 ？A 的实数。是这样的吧？你看，是不是不可能为零？它向左端是不是无限接近于零？是不是这样的？在右端是不是趋近于正无穷？嗯。是不是趋近于正无穷？当 A 大于零 ，A 不等于一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啊，当 A 大于一的时候是这个图形，对吧？不可能取到零的。怎么会取到零的？不，你从什么哪儿想到零的？啊？不是，你说说，从哪儿想到零的？好吧。指数函数会经过一个定点，这个定点是什么？零。还记得吗？指数函数会经过一个定点叫什么呀？零一，是不是这个？嗯。是零一吧？当 x 等于零的时候 ，y 是不是一定是一，对不对？那么对数函数会经过哪个定点？会经过一个定点叫一零。没错吧？你什么又反了？好，我们再来看图像。指数函数的图像什么样的 ？a 大于一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把它画在一个坐标系当中。把它画在一个坐标系当中。对于指数函数而言，这是 a 的 x 次方 ，a 大于一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那么相对应的对数函数的图像应该什么样的？关于 y 等于 x 是不是应该是对称的？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会经过一个点叫零一，那么它的图像会经过一个点什么？会经过一个点叫一零，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它的图像就是这样的，这是 y 等于 log a x a 大于一。看看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指数函数图像是这样的，对数函数图像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都是单调增的吧？哎，都是单调增的吗？是的。这能看出来吗？好，我们再来看，当 a 在零到一之间的时候，指数函数图像怎样的？指数函数图像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没错吧？那么对数函数图像应该怎样的？
对半同样时间，画的不好啊，重画一下，画的不好。这是指数还是都不一样？这个呢是对数还是图像？A 在零到一之间 ，A 在零到一之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讲义，大家看一下讲义，对，来，看一下讲义，图像的性质看到了没有？看到。讲义的第四十五页，讲义的第四十五页，最上面，讲义第四十五页最上面，看到了这两个图像了吧？嗯。这是对数函数的两个图像，大家以后要习惯画对数函数 A 大于的时候图像就这么画，画小于的图像呢就这么画。不难。哎呀，还好了。上面的就这么画，下面的就这么画，能看到吗？哎，以后这几个图像要记得，这几个图像要记得。对于指数函数而言，要不就这样，要不就这样，是不是看见了？对于对数而言，要不就这样，要不就这样。看到没有？这个东西要熟啊，这个东西要熟。一个是。什么？好吧。这个要熟练。好。很显然，我们说过这两个函数的单调性应该是相同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当指数函数单调增的时候，对数函数怎么样？是不是也应该单调增？当指数函数单调减的时候，对数函数是不是也应该单调减的？嗯。是不是应该这么回事？是。哎，所以大家记得啊，指数函数在零到正无穷上单调增的时候，指数函数在负无穷到正无穷上单调增的时候，对数函数是不是应该在零到正无穷上单调增？指数函数在负无穷到正无穷上单调减的时候，对数函数是不是应该从零到正无穷上单调减？这是关于对数函数的几个最基本的性质，大家能明白吗？这个大家能明白吧？好，下面指数函数我们还讲过一个东西，叫做如何判定不同的指数函数在同一个坐标系当中的图像，还记得我们说过吗？比如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怎么判定来着的？取 L 等于一，然后看下来是不是应该这样的？然后比较什么？比较这个、这个、这个和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越上面的是不是 A 越大？那么对于对数函数而言，应该怎么判定？应该取什么？如果我们给我们四个对数函数图像，那么应该怎么判定？取谁？外的。是不是应该是取 Y 等于一？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越右边的是不是 A 是越大的？是不是越右边的 A 是越大的？没错吧？哎，越右边的也是越大，跟这个是完全对称的关系，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这个地方你取 S 等于一，这个地方你是应该取 Y 等于一，是不是就取 Y 等于一 ？OK， 这就是我们关于对数函数的性质，关于对数函数的性质。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例三。例三的第一个题和例三第二个题的前三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题选什么呀？A， 我们看看，我只要画一条 Y 等于一这条线，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嗯。从右往左，是不是应该是从大变小？一二。所以一二三四，是不是应该是依次变小？嗯。所以。是不是应该依次变小？哎，最大的是谁？根三。最大的是根号三吧？然后是什么？三分之四，然后呢是？5/3。5/3，最小的是？0.1。1/10，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嗯。是不是应该是从右往左依次变小？是从右往左依次变小吧？哎，我们在这时候说过，你画一条直线叫做 Y 等于一，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最右边的 A 是不是就越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说求下列函数的定语，请记住，对于对数函数而言，我对真数的要求是什么？我对真数的要求是什么？不为零。我对真数的要求是什么？不为零。哦，大于。我对真数的要求是什么？大于零。千万别忘了，对数函数的 X 的定语是什么？是大于零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题 ，log a x 的平方，来，我们来一个看 ，log a x 的平方，这个定义应该是什么？哎，不等于。我们的 log a x 的平方应该是什么结果？x 的平方是不是要大于零？是应该这样的 ，x 的平方要大于零 ，x 需要什么要求？不等于零。x 是不是不等于零，是不是就可以了？啊啊，对呀。x 是不是不等于零，是不是就可以了？嗯，那就
没错吧？从负无穷到零，并上零到正无穷，这是第一个定律。不是，大家，嗯，对，没问题吧？没问题。好，第二个题应该什么 ？x 减一要怎么样？三。x 减一是不是要大于零，对不对？因此 x 的范围是什么？一到正无穷。从一到正无穷。第三个题呢？log x 减一 x 三减 x 是这样的吗？哎，这个有几个要求？两个。x 减一要怎么样？不等于。要大于零，这是最起码的。哦。然后 x 减一还不能等于一，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啊。a 是怎么样？底数是怎么样的？底数要求是大于零且什么呀？不等于一的。然后真数还得。都记得吧？嗯，记得。都记得吗？然后真数的要求是什么？大于零。真数的要求三减 x 是不是要大于零，是应该这样的。嗯，没错吧？因此 x 大于一小于三且不等于几，不等于二，所以它的最后定律是什么？一到二并上二到三，是不是一到二并上二到三？对。好，再来看最后一个 y 等于根号下的 log 二分之一 x 加一，这怎么办呢？首先 x 要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大于零。x 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大于零。x 最起码得大于零吧？嗯。没错吧 ？x 最起码得大于零。然后呢？小于。然后我还要求什么？然后里边那东西得。我还要求什么？对，这个让大家注意一下。我是不是还要求 log 二分之一 x 要大于等于多少？要大于等于负一，是不是这样的？嗯。小于等于。log 二分之一 x 当然是大于等于负一啊，它加一大于等于零啊。哦，你们初一学不等式了吗？学了呀。那为什么会反呢？那就是看错了。好 ，log 二分之一 x 大于等于负一，这个应该怎么看？我们可以从图像上看，我们可以 log 二分之一 x 的图像大概什么样的？是下来了吧？是。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对不对？嗯。是这样的吧？好，那么什么时候等于负一 ？x 等于几的时候等于负一 ？x 等于二的时候等于负一，所以说经过这个点是负一，这个点是二负一，是应该这样的。嗯。如果函数值要大于等于负一，那么自变量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小于等于二？是应该这样的。这样可以做吧？好，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做。我把负一写成什么呢？我把负一写成 log 二分之一二。根据什么？根据函数的单调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单调增还是单调减呢？log 二分之 x 就是单调增单调减的函数，单调减的函数，它的函数值比它的函数值大，所以 x 应该怎么样？ x 是不是就应该比二小？这个函数值比这个函数值大，这个 x 是不是就应该比这个 x 要小？所以 x 要怎么样？小于等于二，是应该这样的。x 还得怎么样？大于零。大于零，所以 x 最后的取值范围就是从零。到二，是不是从零到二？嗯。好，下面我们解决一些最简单的问题，比如说 log 二 x 减一小于零，来 log 二 x 减一小于零 ，x 的范围是什么？小于零。对 ，log 二 x 减一小于零 ，x 是什么？嗯。啊。这个结果什么？这个我们得到什么？这个我们得到 log 二 x 应该是小于 log 二二的。注意啊，我们可以这么去解，把一移到右边，是不是 log 二 x 小于一，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出 log 二 x 是小于 log 二二的？是这样的吧？然后这是个单调增还是单调减的函数？单调增的函数是应该这样的，函数值小，自变量是不是也应该小？所以我们得到 x 会怎么样 ？x 小于二，别忘了大于零啊。没忘了大于零，没错吧？好，再比如说 log 三分之一 x 加上二大于零，来告诉我这个范围是什么？ x 的范围是什么？这么多什么？首先 log 三分之一 x 要大于多少？是不是大于负二？负二是 log 三分之一多少？负二是 log 三分之一九吧？负二是不是 log 三分之一九？哎 ，log 三分之一 x 单调增还是单调减的？单调减，单调减的这个函数值比这个函数值大，因此 x 怎么样？小于。x 是不是要小于九？是不是该这样的？大于零。会解这种不等式吗？会啊。
会解这种不等式了吗？会。好了吧，这个能解决了吧？会解决这种不等式了吧？好，下面我们说一个小技巧，就是有好多同学呢还是不明白 log a b 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判断一下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大于零，什么时候小于零。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什么时候大于零，什么时候大于零，什么时候小于零，好吧？就是以后大家要最直观的判断什么时候大于零，什么时候小于零，好吧？如果 log a b 大于零，零我可以看作 log a， 零是log a 一。怎么了？哎，零是不是应该 log a 一？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我们发现，如果 a 大于一，我对 b 的要求是什么？a 大于一，我对 b 的要求是不是也是大于一？没错吧？如果 a 在零到一之间呢 ？b 呢？那么这还是单调减，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单调减 b 是不是就应该离一要小 ？b 也在零到一之间，所以我们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什么时候 log a b 大于零？如果 a 和 b 同时大于一，或者 a 和 b 同时在零到一之间，那么 log a b 就是正的。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判断技巧，但是很有用。那不就是不等于大于零？什么东西啊？什么时候是正的？什么时候 log a b 是正的？就是当 a 和 b 都大于或者同时在零到一之间的时候，它就是正的。什么时候是负的呢？就它们两个区间不一样的时候，一个在零到一上，一个在一到正无穷上。那比如说，像我们判断，比如说 log 0.3、0.7大于零还是小于零？正的还是负的？正的。这就是正的。log 0.25呢？这个叫什么？负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负的？这个是不是是不是很容易判断了 ？log 3.7是几？log 3.7正的负的，是不是也是正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没错吧？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来判断？那问这个呢 ？log 1/2 x 的平方加一，这个函数值怎么样？负的。这个函数值是不是一定会小于零？对。是不是一直会小于零？因为这个是零到一之间，这个一定是大于一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对。没错吧？对。所以这个值一定是小于等于零了吧？因为当 x 有零的时候，它得有零嘛，对不对？这能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说判断对数的正负是不是也有方法了？根据单调性还是可以判断很多东西的吧，好吧，那么先休息一会儿。下面我们沿着刚才的轨迹来简单说一下对数问题之间比较大小的问题，可以吧？好，对数之间比较大小呢，一般有两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是底数相同，也就是 log AB 和 log AC 之间的比较。这种应该怎么比较 ？log a b 和 log b c 取决于什么呀 ？b c。首先我们得看 a 是不是这样的 ？a 大于一的时候，这个函数单调增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如果 b 大就是这个大，如果 c 大就是这个大，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如果 a 在零到一之间的，那么会怎么样 ？a 在零到一之间会怎么样 ？a 在零到一之间，这个函数单调减，是不是两个就反过来，对不对？真数大了，是不是函数值反而小？没错吧？如果两个底数相同呢？比如说。不是两个底数，如果两个真数相同的，比如说 log 0.32和 log 0.52，这个应该怎么比？这两个要怎么比较？比较。他们俩谁大？换底。什么？看图像，怎么看图像？换底。有的时候看图像。log 0.3、0.5应该在哪？在这上面。0.5是不是应该在这儿？这是零点，应该这样的。这是0.3，这是0.5，是应该这样的吧？然后取二加函数值是这样的吧？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方法。然后得到这个的函数值是应该比较小，对不对？所以 log 0.5是应该比较小，这个是应该比较大，是应该这样的。还可以怎么判断呢？还可以，你可以取倒数。取倒数。你想啊。然后还能。你看啊，这个呢就是 log 2/0.3，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这个就是 log 2/0.5，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是。没错吧？这个没错吧？log 2/0.5是不是比 log 2/0.3要大？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所以那个小。所以它的倒数应该怎么样？小。它的倒数是不是反而应该小？这个没错吧？但是注意，在做之前，首先辨别一下这个东西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一个正的，一个负的，就不用辨别了。比如说 log 0.32。和 log 72，这个是负的吧？这个是正的吧？这个就不用看了吧？这个是不是就不用看了？能理解这个是吧？这个是正的，这个是负的，是不是就不用看了？好，那我们比如说问 log 0.5、0.3
和 log 零点七零点三这两个数谁的？首先两个都是正的吧？嗯。是不是两个都是正的？先比较谁？第一个就是 log 零点三零点五分之一，是不是应该这样了？第二个就是什么？ log 零点三零点七分之一，是不是应该这样了？这个和这个谁的？后边。不，就看底数，就看这个分母。就看分母谁的？嗯，零点五。分母是不是应该前面的？对。分母是不是应该前面的？所以倒数应该是谁的？后边的吧。倒数是不是应该是后面的的？嗯。这个能明白这个比较大小吗？能明白这个比较大小吧？嗯。好，嗯。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讲义上的例四，好吧？讲义上的例四。